永春啊，你是应该退休，和志忠来接班了。大兄，你的年岁比我多几啊岁，你老爸拍算要退休，我敢有需要这么早就退休？爸，这跟年岁无关系，是跟师弟有关系。你的品性无好，所以干部无可能再对你心服口服，你嘛无资格再领导大家。讲，永春啊，这就是我讲的道理，安怎？你无赞成性，大兄，卡匠的意思，我即马已经完全明白了。志忠应该也无啥物话要讲，即马就看你啊。你伫拢无发表意见，是毋是你的意思，甲因无啥共款？毋是啦，我只是认为无啥物好讲的。永春啊，你是应该退休，和志忠来接班了。大兄。你的年岁比我多几啊岁，你老爸拍算要退休，我敢有需要这么早就退休？爸，这跟年岁无关系，是跟师弟有关系。你的品性无好，所以干部无可能再对你心服口服，你嘛无资格再领导大家。讲，永春啊，这就是我讲的道理，安怎？你无赞成性？卡匠，我今晚若是把权力甲职位交出来。问题是，咱袂用造成超人伫人事交接的时阵出问题，嘛袂用伫人事交接的时阵造成重大的决策无人做主，安尼颠倒会自然卡步。家长，啊，即摆平顺所讲的顾虑嘛是真实在。家长，所以袂用遮尔早就甲我换落来。搁再讲，志忠咧生理场的经验嘛确实搁无够。这根本就不是理由，我相信二兄一定会当学了真紧。姐，我真多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，啊，不过我家己我有自知之明。爸爸讲了无唔对，我的能力佮经验确实无够。就算我要学，但是身躯边有一个人能教，我会学佫较紧。所以即马我有另外一个想法。志忠，你放心，爸爸一定会好好教你。而且会良才，予你接班啦。爸，你误会啊！要教的人，我希望是妈妈。志忠，你意思是讲要让美华来接总裁这个头衔？不对，我妈妈能力高，对着我爸爸身躯比这么久，生理场的人脉和经验，伊拢真丰富。而且伊在超联，伊所接管的是上重要的银行部，伊即马对助理副总裁的升任总裁。我想董事会甲各部门的主管都有心服口服。啊，那我的部分，我希望我先伫妈妈身躯边做副手，等半年有够，大家再来参详。我反对，超人集团的总裁那是予一个查某人来做，安尼去予生理场的人知影，会甲咱笑死。笑讲阮超人是去拄着叛逆党，才会去予家母来打家工。你对女性有真严重的偏见哦！不管是不是偏见，我敢有讲唔对？吴明春，我看你唔那是有偏见而已，你根本是看不起女性。即马拢是啥物时代？你阁有迄种白色卡的偏见想法？我看你根本是因为种想法，所以唔肯重视女性，跟那是超人集团，才甲红集团袂比。莫怪我甲天命袂当比，原来是你条狗唔知陪我。志涵，你早晚拢会嫁出去，是别人的某。总共一句，家母无天家，查某无咧管家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永春啊，你讲这是什么道理？你的意思是讲，吴家这么多年来和我做管家，根本就是违反伦常性啊？要若安尼，你的孝顺唔就甲志良同款，是表面上做给我看尔。你今日甲讲清楚哦，你对我个性不满，你讲。卡匠，我拄则是一时着急啦，才雄雄讲出嘴，不过我的心肝内绝对无这个意思，请卡匠莫见怪。要哪呢？你是赞成何美华接总裁哦？我是无看清美华能力的意思啦，不过我是反对，让女性来做总裁。对哟。你也是一个死脑筋啦！卡匠，
个人有个人的观念啦。既然讲袂通，顺路煞，嘛无需要强逼冰春啦去接受，会议也无啥物影响嘛。冰春啊，今仔这个家族会议，乃是要有民主的方法。我相信表决的结果应该真清楚，一定是赞成美华来接任总裁。乃是要用维权的方式。大兄，这件代志连靠卡匠来做决定，因为卡匠对生理场的代志根本就无了解。那呢，平村，就由我来做决定。我嘛赞成美华来接任总裁。大兄，你更加无这个资格，你家己想看卖。你离开这间厝来偌济年啊？今仔这个会议，照道理讲起来，你敢若有资格坐伫边仔听？你根本就无权利讲话，更加莫讲是要互你决定啊！照你安尼讲起来，吾家即马是换你的皇家做主心，安尼进前，你甲我何干？你这间厝来向我敬敌，叫我一只大兄是叫假心？爸，爸较认真个啦。我想你们甲大伯同款，拢是有心想要拍拼事业，所以情绪才会这么激动，只是无法度接受。我看，伊王宝即卖情形，阿姨退休应该是真为难，所以即卖我阁有另外一个想法，我想要讲出来，给大家做参考。市长啊，你讲看。我伫想，咱超人集团会用增加一个总裁特别顾问这个职务，对于王爸爸来担任。安尼，王爸爸能继续发挥伊的才情，也能对着我妈妈身躯边继续帮助我妈妈。安尼，超人嘛袂出现无人做主的空窗期。这个办法真好，冰春，那安尼你的民主就保条啊。冰春，咱今仔开会，前提是你必须要提落来。那边研究的只是什么人来接任总裁，以及一挂有关人事调动利益。即摆连志忠提出来意见，你都无答应，我嘛无需要征求你的意见。卡强，那呢一切都卡强甲大兄来做主，我无意见。那呢，就来决定，美华接任总裁。志忠接任副总裁，冰孙调任总裁特别顾问。阿正，因着照安尼提拨，我超人当时会好。真好。爸，之前我所接管的对外投资部门，我建议由丁伟来接任。无需要这么啰嗦，其他的人事调动，等当时会通过再过来讨论。是。好啊啦。今天的开会就到这为止，平春啊，你赶快去楼顶。是。